生命杀光。给你个痛快，你说了算。决战时刻到了。准备进攻。全天待命。用炮火照亮天际，突击队出动。你说了算。做好准备，你们得快点占领祭坛。给你来点不一样的。听起来不错。听从地压王的号令，占领祭坛。你的力量会属于你，就跟其他人一样。看起来不错。野鸭王，这次你输了，以后也别想赢。绿鸭王，这里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真可笑的对手，我受够了。快摧毁守墓者的核心！是。能逃过冰冷的死亡之手吗？没问题。选择天赋。就要到了，战况太激烈，我先撤了。决战时刻到了。这家伙让我很火大。
西坛出现了，化去启动他们。照亮天际，安德拉尔大就好了。给你个痛快，没有人能逃过冰冷的死亡。做得很好啊，在万象界域的下场，准备进攻。没问题，不赖哦。给你来点不一样的。天待命，祭坛快出现了，英雄，做好准备。收到，摧毁西方堡垒了。占领祭坛，让守望者无葬身之地。小鬼，算你倒霉！这是我的地盘，谁也别想染指这里。祭坛是我们的吧？守墓者开火！绝不会回去那可悲的矿坑。我们的塔沦陷了，谁也阻挡不了我们。唯一的统治者，各位英雄，做得好。听起来不错。谁也阻挡不了我们。行动，决战时刻到了。
可一枪给你个痛快。那具尸体可以派上用场。这座塔是我的了，是我的乌龟灵族。英雄，动杀的漂亮！别让守墓者的手下抢先一步占领祭坛，用炮火照亮天际。杀的漂亮！你们做得很好，让守墓者见识我的力量。成功了！哇！取了一座堡垒，我给他们找回来做得很好，我得暂时撤退。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根本难不倒我。我也开启了一座通道。你最好快点，祭坛就要出现了。就是想将祭坛献给我。守墓者的末日降临了。天谴军团，各位英雄，你们做得很好，让守墓者见识我的力量。这是我的地盘，谁也不